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一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甲各位说明无色界天即四空天内底。顶日咱甲各位引证《楞严经》内底所讲，那么后壁还有淡薄仔的意思，还无讲完，因为咱伫《楞严经》内底讲呢。讲到非常处天，就是讲即层天既然呢要尽伊的性，啊，毋过定力会改变，所以伊的色性虽然存，毋过未当起现行，未当起现行，迄个情形之下，就是如存不存。如存不存的意思，就亲像咱迄个点灯的灯。迄、那个灯呢，到甲无油，又搁要花，搁唔花，拄啊半花，啊搁伫遐死个死个，啊！虽然伊个见色个迄个色性是真，实在是未真，所以讲起来，六真非真，六真非真就是啥？可比亲像迄个灯。小可半明，小可光亮，一束仔光亮，其实都要花去啊啦。所以参照这种的情形，才叫做非常非非相处，微微的、薄薄的，迄、那个色存在。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呢，你正面来底讲，讲缘呐、宽恕、行如准不准，以结非常。行六真非真，意结非非相，得其义灭矣。这个道理就是像咱谈多讲的，因为原那色去靠在这个八色，所以原那半分八色本来就不同，安尼是毋是如准了不准？所以你这款的时阵叫做非相啊。也又个呢六真不真，又个要长啊唔正长。所以这个叫做非无相啊，还有想啊，还是有啊，哦，所以这个非相就是非有相，非非相就是非无相。那么上面用《楞严经》所解说这三界中无色界的道理，以上甲各位讲完，下面咱就要来进入较好听的呀，哦，迄天顶吼、哦。普遍咱的福报，毋是伫遐的人讲着天吼，雾煞煞啦吼。哎呦，阮东家都讲，啊，搭遐的天呐、啊，我拢听无啦。啊，天都毋是咱住阿边啊听有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我即回讲地藏经，较早我讲天界，我是吼，甲头前面讲的安尼尔，我无阁甲恁印证灵验。楞严经甲恁讲，那么即届咱搁再研究这部地藏经，总是爱多
方面会来证明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有个印证这个楞严经来甲恁讲。啊，那么恁听起来，你就会感觉讲，啊，这个差不多讲了啊，啊，恁起码那个讲一届，因为差不多讲，甲这届讲的呢，这个内中有同款，又个有甲无同款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讲，研究这个道理，当然是爱深入研究。对于楞严经内底咧讲，楞严经哦，真正是真歹讲，阁真歹听。所以若有通讲啊，要讲楞严经，我看恁大家拢困了了，因为伊个楞严经的经文拢足涩的哦，啊，伊个一句一句包含一堆。世尊咧甲阿难讲啊，两个拢高人啊，啊，着阿难甲高人讲，也毋是甲咱讲的，啊，若甲咱讲，毋着讲较白的啊，对无？人伊个讲的点的点啊。啊！你讲阿兰，你迄个当下，人摩登开路种着四个呢。安尼你讲，我摩登开路是毋是比阿兰搁较高？阿兰是甲分别多了才种着四个呢。所以各位，听经文法，个人的先天条件就不同，种悟会紧甲慢嘛不同。所以要安那去唱？阿兰唔是介敖吗？对无？阿兰是佛的成衣钵的团人呢？啊是安那呢？摩登伽利种着四果，伊无种，感触不同。因为摩登伽利特别约阿兰，要爱阿兰，所以迄个爱的心足切，所以伊迄个未当爱到的心嘛足紧，砰一个开开，了解，你看看。所以咱人哦，你唔茫看讲这个人遮歹，歹到这个程度，遮歹的人呢，你若好用悟到吼，是比你吼，搁再较紧，你敢知影？迄悟境啊，比伊，咱那蛇的蛇，咱这拢知知嘞，咱这都拢未去做歹，结果迄个上歹，比你搁较紧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听了这个楞严经的道理了后，当然，咱即嘛进一步，要来甲各位介绍。世尊在托利天来讲这部经的时阵，有甚么款的观众来到现场？所以今嘛要来讲众成就。因为这个众呢部分，咱看第十四页。第十四页头前面算倒过来第三节，讲一切天众、良众、鬼神、等众悉来集会，又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树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德神、妙伽神、斗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，皆来集会。咱即马讲看到遮个文就好。哦，看讲，这个呢，所有的观众，咱讲一切天众、良众、鬼神、等众，悉来集会，就是咧指啥？指八部众。八部众哩，这个时阵呢，拢赶到伊。一切就是包含啥？一切的第一包含伊的名义的一切，第二就实在的一切。所以天龙鬼神，这是假名、假名，伊的名拢求五蕴的实法存在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切天众，这个众众就是咧讲众多，众就是真济。古早人讲用恭敬的这个仪去解处来讲这个恭喜，恭喜就是咧讲众。那么这种就是什么种？不是普通种，是天种。这天种有五种的差别。第一，有顶界天王摩诃修罗天的观众；第二，有游戏空诸天的日月天主种，日月天主；第三，其在虚空天乃至魔王婆神拢总来，有这个种。第四、第几天？这个诸种天顶，第几天就是啥？四天龙天、陀罗天，这个种拢到位。第五、
地下有伯乐数天将，就是遮个咧鬼神将、阎罗王将，遮阿拢来。有偌济各国无量，因为这内底有男有女，所以讲遮拢总呢，拢是灌宿，带灌宿来。一批来遮要创啥？要来听佛说法，因为天将、两将、八部神将呢，拢是佛的护法，所以今仔日佛要来讨论天讲经，他们一定会到。所以各位，你讲足奇怪，咱这世间人足侪人不爱听经，啊，人迄鬼神道的众生足爱听经。那有讲咧，佛要讲经哦，天顶就爬起哩。啊，你啊，咱人呢都无共款啊。啊，你讲人甲鬼的差别，你阁足惊鬼，啊，人个鬼阁会听经，啊，你人阁唔听经，你看差人偌济，阁咧惊人，人啊卖惊你就真好啊啦。所以咱人爱家己检讨，咱伫这个众的内中，咱讲先来讲这个量众。量有四种，一种就是修天宫，未晓落落来。各位，天宫伫个虚空无条啊，对无？无地基对无？只有魂上咧保护咧，量咧，量众去甲他掉的咧，量咧保护。第二，星魂地物利益人的量，伫咧加水如何？起风，只有咱灵的工作呢。哦，第三种的灵就是地灵，骨干开拓。骨干开拓就是呢，在迄个大海内底，要予伊起浪，还是要予伊下水，这嘛是灵的工作呢。第四种就是修护转法轮，诶，即个福藏转法轮的即款龙王的福藏。这种就是专门咧护持佛法的，啊，佮有真侪量的种类，因为量呢，伊嘛是有子孙有眷属，咱啊等候进入到量众遐，啊，佮会甲各位讲到，咱先讲到鬼神顶众，正法念处经讲，这个鬼就是咧指五鬼，较大多数，因为鬼有36种。因的形因拢是不定，所以因的受报啊个别。大部分的鬼有分消灾鬼、甲道灾鬼。要离这个鬼神顶众内底包括啥？包括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罗耀罗、伽这个伽罗罗、金那罗、摩诃罗、伽种在内。咱常常咧讲的天龙八部嘛。即嘛就是要讲遮，即叫做八部众。那若是夜叉鬼呢，叫做集结鬼。集结鬼又搁咱这边叫做勇健鬼，叫做秘密鬼。伊有分空中、有陆地、有海底，所以伊有飞行，即叫做宝马鬼。是安怎？我讲一句话尔，天顶随在。各位，你想上去报？即只鬼去报，因为即只鬼有地下的即只鬼，到有空中的即只鬼啊，有飞行的即只鬼啊，伊就随去甲你报啊。所以人讲一个雷就天下响，你讲我秘密讲我无妨听到，干那你知我知，是安那通人知，即只鬼知，伊报尾啊，伊就去讲啊。你讲袂使妨知，人大家拢总知，干那你唔知，所以各位。你也看天下间，咱拢甲鬼神在做伙，为什么你咧惊鬼呢？对不？唔免惊啊。过来呢，第四种叫做乾达婆，乾达婆也过咱这边叫做乡音。这种的神呢，伊无需要断食，就是伊无食三星酒类，伊唔食这個，伊无食这個，伊干那鼻芳甲鼻臭。一气，伊来中央言我温的色心，所以叫做雄阴。有时阵，若无芳草通鼻，伊家己身躯嘛生出芳气。
所以伊个名叫做香神。也呢，伊个任务要创啥？伊就是专门地色天天主。伊若是呢要听音乐个时阵，一支香烧落去，这个香神闻到香味，伊就知影地色，要叫伊去走角，伊马上就去。伊就是地色天的恶神。阿修罗呢？阿修罗，咱大家拢知影三善道其中的一道嘛。伊一过来，咱这边叫做无咒，无咒。神又叫做飞天，也是叫做无端正。因为阿修罗呢，就爱食酒，伊爱食咖呢，采下着数天下的青草，去浸入四大海水内底。要予伊比四大海水拢做做酒，那呢，伊永远都食酒食袂完，对不？结果呢，伊所采的这个青草呢，放伫这个四大海水内底，只鱼虾水全拢甲食了了，无法度变做酒，所以呢，海水永远都袂当变做酒，所以伊才叫做无酒。阿修罗的天性呢，厚道，气性较重。当初咱世界拄啊达成的时阵，伊住伫对恁敢知？世界拄啊成立的时候呢，伊住伫苏米山的山顶，伊有宫殿的呢，伊有那是呢，有八千的观想呢。因这个阿修罗住伫宫殿的，这阿修罗是。男秀女貌呢，查甫生得真歹，查某生得真水，因为安尼唔在地色娶阿修罗的查某囝做某呢，因为伊的查某囝拢足水啊，美如天仙呐、啊。啊，因为呢，伊都是爱食酒，佮爱斗，所以足够嫉妒心，因此伊的相貌就很丑，所以各位。你若醋汤心重、嫉妒心重、爱笑骂、爱笑拍的人，迄、那个面拢翘翘，哎，这个面的肉拢欢迎欢迎，啊，人俗语咧骂人个讲，你欢迎肉面，就是安尼嘛。有欢迎肉面的人，就是伊迄个心内底呢，一个拢不时有一股气伫要冲，啊，所以这肉拢欢迎欢迎。啊，足够呢，共嫉妒，足够共怀疑的人呢，伊这目，这个目睭遮呢，拢安尼两个安尼深歪歪，啊，这大家拢利利滴滴，因为呢，深思深熟，所以呢，心思荡荡啊，因此呢，所以无端正，哎，搁只搁发一支角，哦，所以伊大大吼。会甲曲解佛意的吼、哦，所以高宝可能亲像天人，伊呢，但是伊无天人的道德，所以伊袂当享受天福啊。但是呢，阿修罗呢，那是《玉灵严经》内底直咧讲阿修罗有天人、畜生、鬼道四种类。那你鬼道呢？伊是依赖佛法的力量来神通入空。所以阿修罗呢，那是对乱而生，乱生，伊嘛是鬼畜所入，嘛是属鬼道。所以鬼道的这类精英，因为伊的善愿甲善心，所以伊护持佛法，伊护持经咒，伊护戒，佮护禅，伊的依法来护持修行人。所以阿修罗嘛有叫做护法神的称呼，也这个善业力，所以伊会当下开这个鬼处来进入人，进入这个护法的这个原因。所以伊的果报中呢，会愈来愈好，伊就会当成这个神通，进入到空界的所在去住。这种的阿修罗呢，什么款的阿修罗才会当安尼？爱卵生的，卵生就是伊这个卵，迄、那个卵劈开，随时伊就腾空。阿修罗这种卵生，阿修罗有四生的。伊这个卵生的呢，伊想，伊飞行这个空中，
这就是阴阁类的鬼，但是还是死于鬼池，鬼的这道来给归纳在鬼道里面。你就是这么厉害也是属鬼啊，对吧？经人又说空无鬼水属处阿修罗，因湿气硬属畜生道。阿修罗后畜生道的阿修罗，所以佛教阿难讲，讲阿修罗另外一种呢，较下劣的阿修罗，伊福力较无够，所以这种的阿修罗道呢，哦，伊在四生内底呢分贵贱，伊化生呢亲像王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这个湿胎生的胎生的可比亲像大神，卵生的可比亲像民，湿生的的亲像奴婢。因唔哪有分安尼哦，因这个世界内底呢，哦，你那是呢生伫大海的内中，伊会沉没伫这个水底的出口的迄个穴，水穴呢就是咧伫底水尾，而这个呢碧海之东有一个水跨四万里，这个水跨四万里的所在，碧川当中呢。归入这条河内底去，呀，这个水尾呢，就是海底有一个穴道，这个穴道就是出水、甲涨水的所在，下水的出口。所以阿修罗呢，伊会去，佮有一种游虚空。游虚空的呢，伊白天就去空中游，去予人家赶，因为阿修罗嘛会当去做宝贝啊。暗来日头落山，伊爱走转个米伫水底，伊爱去唱水味。所以这个鬼呢，若到天若暗，伊就转来躲伫大海内底。躲伫大海底呢，伊就消掉伊一工去做这个宝马啊的疲劳。那么这个阿修罗呢，因为伊的湿气重，伊是湿性的，所以就归在畜生道，因为生在大海的中心，离迄个下水的这个海口，因为湿气，所以呢，就生起迄个腹部较下劣，想要食得到迄个好美味。阿修罗嘛是天界的人，所以伊想要食啥，嘛是有啥通好食，啊，毋过足可惜。伊住伫水暗坑内底，必须呢，伊食到山顶海味，食到最后一嘴，一定食一嘴六谷糜啊！最后一嘴，伊就变成六谷糜啊！所以这种阿修罗都是畜生道的。啊，你讲安那安尼，伊煞袂晓呢？最后一嘴卖食，啊，你都不管你对一嘴，就是最后一嘴。你讲我卖食，安尼一嘴就变六谷糜啊！安尼就对，这就是伊的果报啊！吼、哦，也那是伫天界阿修罗呢，有大势力，伊会当每日每月，啊日头遮炎，每一个日头都啊无光，哦阿修罗那厉害哦，伊会当每日每月，伊的手呢会当去踏苏米山，迄苏米山一个好踏起来了后呢，迄苏米山吼、哦。强要废掉，像个脚骨要断去安尼呢，所以天地色天王咧惊到要死呢。地色天诶，即个剑家拢咧准备要对付即个天界阿修罗呢。所以呢，伊吼阿修罗顶天立地，伊海伊腰高徛咧海底，手大摊迄个苏米山。所以呢，讲到阿修罗呢，实在讲起来，阿修罗还佫足侪种诶哦。所以各位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无爱甲各位呢，搁再拖这个时间。好，咱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